华人同修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这一节我们来练习米卦。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有每一个法门的殊胜，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它能够通往法界、通往天界的法器和一条路。比喻，我们要了解作战对方的心态，对方的虚与弱、虚实，啊，你用易经最能够了解到我方和他方的虚实，啊，或是说我这个要渡他救他，时间到了没有，能不能渡他，能不能救他，好，这个你用卦也可以很清清楚楚的了解到。所以我对我们国家的一些属于战略军事专家们，我常常碰到了在一起做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他们，你们所研究的啊，当然是非常好的战术，但是常常都是穿墙凿壁。那么鬼谷子、王禅老祖啊、姜思如子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在科威特战争的时候，美国的军事家运用的这个《孙子兵法》，所以啊，因为科威特的石油等等呢，啊，那一次和伊拉克啊的战争啊，也就打赢了，都是用《孙子兵法》。好啦，鬼谷先师啊，他以我降啊，这是啊个人的立场，不代表本台的立场而已，我个人的立场看法。鬼谷先师他将《孙子兵法》传下来以后啊，后来才又出了一部无字天书。无字天书呢，我了解啊，就是易经啊，易经无字天书，他没有写字的，只有一横一画，四破天机密啊。哎呀，我的真的高啊高啊。你的手上有没有写字？手上有没有啊？没有，但是里面有八卦，有24亿4600多局，所以这叫手，这叫无字天书，这是易经，易就是无字天书，妙啊妙啊。你有文字的记载，个人领悟不同，那么用易卦易经你懂的时候，那么接下来呢啊，你可以超越的文字上，所以叫做无字天书，才补了一部无字天书。好，无字天书啊，好，这本书啊，我们在大陆啊，在台湾的武术界的坊间里面啊，都在写无字天书，结果里面整整写了50万言，写了50万的字，20万、30万的字，还讲无字天书，哈哈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妙不妙？叫无字天书。事实上，无字天书一本里面啊，全部都不写。就是在座我们同修，有一天你要对众生开个玩笑，哦，外面写了无字天书，里面什么都写，里面都白纸，啊，一本你把它卖了10000块钱的时候，大家会拼命把那一本10000块钱会买回去，
啊，因为想到里面找到里面写什么东西，你开始用你化学药品啦、啊，什么电子仪器啦、啊，什么光能量啊、光波啦、啊，声测钞票仪的机器啦、啊，哇，你就开始大动脑筋，事实上是没有的，啊，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子们有这种。游戏人间欺骗众生的事情，我们不希望啊，这个我们各位同修啊，你们用无著天书啊，里面写了一大堆的文字来啊，跟众生游戏戏弄众生，这样因果我们也划不来，我们要负因果啊，给人家骂一句。啊，我们真的就没有价值，所以无著天书是什么？无著天书是易经，就这个有没有字？没有哈、哦。好，这是我们真正的无著天书。所以本宗法门，啊，你们看，这个是不是无著天书？哈哈，好啦，你说是哪一个啊？科学家他能够将我里面搞清楚的话，我告诉过你，就是天神在下降啊、哦、无字天神，这个是无字天神，所以我们的法门就是鬼谷子至高无上境界的无字天书啊，各位啊，你们自己感觉如何？是不是我们很庆幸我们有机会啊，这一生娑婆世界啊，法海茫茫，人海茫茫，苦海茫茫的世界之中，我们今天终于知道了无字天书是什么了啦。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好好把应用啊，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展现的。无著天书叫做用意，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易经就用意，无著天书也叫我们所讲的用意，用意经，用意。啊，那么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来练习。好，米卦，好，我们现在我要看各位啊，米卦的练习方法哈。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要拿着。好，这个，对，按来，好这样，按着去笔拿这样，手，我们手一定要这样哎，手哈，手这样拿着哈，这样来哈。阿弥陀佛是圆满印嘛，圆满法印嘛，好，圆满法印对，好啊，各位同修啊，关于米卦，好、啊、米卦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战略，我们研究战争也好，啊，是一个战略，啊，当我们下去放下去的，啊，这啊散乱的。就是乱军破军，破军呢你要怎么办？我们一定要用右手，右手是白虎啊，右皮左虎，右皮啊，右皮呢就是来硬的，来部队的啊，属于将军啊，那么将军对于乱兵这是兵法的啦啊，那凡是要问事的人，要问事的人，
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带着各种的烦恼，带着各种的挑战，啊，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来问事，所放下来的就是一个挑战，懂吗？放下来智慧的挑战，放下来法界的挑战，放下来，啊，你看你怎么样去整军，哎，这个是就是高人过招不见踪影，哎，好吧，啊，所以你们这个啊，右手右皮，左腹右皮，啊，右皮呢，你开始乱进来，你不能先把它包进来哦，啊，乱进呢，你先包进来呢，就会先伤自己。每一粒米下去了，里面暗藏了很多的玄机，每一粒米放在你前面，暗藏了很多的挑战智慧，所以你不能先包进来，你包进来你会自己先伤自己。等于说在作战的时候，敌我双方作战，有一群散兵下来了，你绝对不也不要先把他抓起来，哦，把他，哦，把他招呼起来，哦，你看往里面带进来，你是一个后患，带了一个很大的后患，哦，所以开始要用往外拨，我们的右手打架打仗，啪就先拨出去，就这道理。所以我们要用右手这里，右手就秋刀锁刀先把它拨掉，哦，所以你们看这样，哦，啊，这样很乱嘛，对不对，啊，这右手，啊，他逼到旁边、啊，逼到旁边，把所有的乱军逼到旁边，然后用右手，你不要马上凹进来哦，把它移到旁边，啊，一逼一安顿哦，然后再算部队一二三四，有只要报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，这样来，等，就排队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是这样来，哦，所以已经在战略上，你们知道的说，哎呀，不得了哎。啊，这个是做事的法则。很多事情很乱来了，你先把它整理。很多事情乱七八糟，哎呀，防不胜防，你把它整理归队，啊，把它归队，把它逼到先逼到旁边去，你暂时不管，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啊，让我们心能够先有所准备，啊，那就是先净空。然后呢，又往右，这样出去，挡出去，啊，这样来把它安抚、收纳、整编，啊，整编，然后开始报事，整编，这样来，好，这样来，哎，说，啊，这个笔是往这边，这是圆满滑印。圆满的印，好，这样来的，你用这样来，不是这样哦，这样就不对了，不是这样，哎，这样你是弱兵，很容易被打掉，好，你这样，你还有陆海空三军还有嘛，天地人三才还有啊，好，陆海空三军，好，共同来发挥，好，共同发挥的，好，这个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，好一个。所以占卦呢，啊，最高境界敏卦，很好玩呢，哦，如果说你去要问事，啊，人家拿了米用米出来，要啊互相过招也好，然后过招也好了，米里面的残机就很重的残机耶，哦，所以我们学艺啊，啊，是也是学兵法。兵法是对自己内心的作战，啊，也防患于未然，在与其无所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用
意用意。我们学道，我们不伤害人，而是让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不要发生。所以你这个，如果现在像这个乱军，你要这样先把它包起来，好，你先包起来，你包起来，啊，包起来，你要怎么做？你接下来就没有路可以退了嘛，你就没有空间，没有名堂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要怎么做？你算也没有办法整理，所以你这个兵乱兵来的时候，你要把兵逼到你有空间，啊，逼到你的境外，西方极乐世界、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啊，有个胎城，极乐世界外面有个城，在那边等候进入城中，在那边等候，啊啊，有一年才递补进去。维新圣经。所以先把它推到你的最外的空间，然后再把它安抚。好，推空间去，然后安抚。好，然后你这里你就有空间可以，你就有空间可以来整编，好不好玩？好玩哦！啊！啊，所以，我们有四个月，我今年特别安排四个月，啊，很多的心法，啊，这方面呢，哈，也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，啊，多多研究啊。好，来，逼到旁边去，啊，前到后面，哦，反正乱军嘛，心都还乱的，还乱的，哦，就移到我旁边去，哦，乱的，好了，乱到那边，我不能放弃啊，这些兵，啊，这些兵呢。啊，那来的都是有缘嘛，啊，你不能放弃啊，他们有用啊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开始安抚念在，用安抚，什么？这个是圆满，比是智慧，要用智慧和来圆满这件事情。然后啊，三呢，一二三，可以说戒定慧，戒定慧，好。那么用这样来，而且精气神也是一样啊。如果佛教修行呢，就是佛法僧。好了，好来，你来把它，再来，啊，那你就有空间了嘛，是不是？道理懂吗？啊，以后战争也好，什么事情也好，要整队整编也好。你绝对不要一下子就叫到旁边来，到旁边来，你根本就没有余力，没有空间，说没有余力，没有空间呢，那到时候最后啊，两受其害，啊，那然后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直算算起来成卦三次的，啊，那么你然后再啊成卦，那么要问。是与非动摇是本卦，是本卦啊。比如我现在啊，四三二啊，这个三正是三离四正，好，火雷四后，火雷四后，二爻动二爻。叫火雷，火雷四后，动二爻，就火之火则魁，啊，叫做火，啊，则，叫火，则火则魁。那也直接叫变，变为火泽回卦，啊，那么就看二爻，啊，就看二爻，啊，这一爻这一卦就不看，就看动爻，好，动是一个玄机，
哦，动就玄机，有动必有用，懂吗？啊，变出了卦，你不要看，就干那一个动摇，看动摇它是整个的啊玄机的，就是我们六个地方两个物体在碰撞，都是六个空间，东西南北上下，东西南北上下所碰撞的，就是那个空间，懂吧？就这个空间碰撞，就这里碰撞，能懂吧？就是动摇，玄机造以动，天机造以动啊，懂吧？那今天的米卦呢？好，跟你们简单讲到这里。各位，我教给各位各种的法器，有空一定要练习。尤其米卦，你们若是在回到自由国内，啊，你们用米卦来度很多的众生，也是功德一件的。啊，任何一个地方用米卦可以度很多的众生。好啦，未来我们会再教各位更多的用法，更多的取卦法。好，好啦，早上和这几天来，我们都一直在讲解，啊，这个九星，九星啊，用在大格局的九星，小格局的九星，思想的九星。啊，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很烦很乱，就是破军。我们做事情，在家庭也一样，啊，当你碰到很多啊，大家很多烦恼都一起到的时候，先把整个烦恼集在一边，啊，就大家集在一边呢来探讨，然后再来寻找解决之道，这也是意义之道啊，意义之道。啊，所以啊，《易经》是无上的妙法，啊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啊，百千万劫呢，啊，在21世纪的当今，啊，我们以教育、与科学、以各种宗教哲理，啊，以各种的啊人世间的常识，我们在这里啊开始啊展开一盏明灯，希望。啊，我们的各位华人同修们，啊，你们学了要回去，啊，帮助有缘的人。那早上我们有同修呢，告诉我师父，我们以后我要回去要弘法，我要用英文的，啊，没有关系，用日文也可以，啊，用德文什么都可以，只要能够对人有意义的，不管你用什么语言。都可以，这是我是非常乐意，也是我们来办理这一次，啊，我们弘法利生啊养仙班华人养仙班的宗旨。今天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